们今天不光是要吃好玩好，更精彩的还在后面。后面让赞美飞扬。对的，有请我们的青年团契。这边是高老师啊，还有就是 Raphael 是 Rebecca 的先生，秀秀那边 Sherry， 还有九初，最后那边是方，我们的鼓手是 Daniel， 胡丹成，中文叫胡丹成。那很高兴认识大家，那我们开始先唱我们第一首歌《赞美飞扬》。I'm not afraid of the dark.
的短片。失去勇气，有一天
我想和大家说的就是，可能你的心情跟刚才那个话剧里面演的一样，可能，对于新来的学生，离家这么远，可能你会有点感觉到孤单。对于学生，可能有时候考试的时候，那个分数不是特别想，不是如你所愿的。有时候我们这里面有些夫妻，可能也有绊脚啊，或者是吵架啊。我觉得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你们，即使你们今天离去教会没有再来教会，但希望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遇到寂寞孤单的时候，可以想到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神，真的有一个耶稣，他爱你，他在你寂寞的时候可以给你温暖，他的双手可以紧紧地抱着你，所以希望你可以记得这首歌。我们下面要唱的最后一首歌是《唯有耶稣》。我们一会儿再唱。